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家聰。咁 PS5 都出咗一段時間啦。咁首先都好多謝 PlayStation 啦，咁就 sponsor 咗我啦，同埋 Fogo 一人有一部 PS5。咁但我都知道咧，其實有好多朋友啊，咁可能都係一路買唔到 PS5 啦。咁一路都有好多觀眾 DM 我咗啊，佢哋買唔到 PS5， 好唔開心啊之類呢啲。亦都有人提議，喂，家聰，既然你有部 sponsor， 你不如將你 sponsor 部 PS5 送出嚟俾啲觀眾啦。咁其實得唔得咧？其實係得嘅，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就咁送呢部 PS5 俾你哋，都係得一部嘅啫嘛，都只能夠幫到一個人，但係其他買唔到 PS5 嘅人都依然會唔開心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同公司都傾咗，即係傾咗一段時間，有呢個溝通啊，點樣可以令到幫到多啲買唔到 PS5 嘅人，等我哋唔好咁開心。咁所以咧，最後就終於今日啦，得到個方案，咁就係你哋只需要喺條片嘅下邊嗰度留言，咁咧我就會揀出。都不是很多啦，不過因為budget有限啦，咁其實都係我嘅少少心意。咁全部平台咧，我加埋會抽出10位觀眾，咁每位咧我都會送出呢個唔好唔開心嘅手寫打氣嘅字條。咁希望你哋就算抽唔到 PS5 啦，都唔好唔開心，大家加油！